是过敏吗？还是365天都过敏？都过敏。我只要一躺上去，不管是晚上睡觉还是中午，躺沙发炎，马上鼻子马上就不通了。66岁的周先生每天饱受鼻子过敏的折磨，难以入眠。春天的时候就会特别严重哦，一直流鼻水，一直阿丘哦，然后眼睛痒得跟什么，好像有虫在里面爬一样的。气喘过敏属于寒性体质的人，可以透过三伏贴减少发作的几率。利用一年之中最热的三天，也就是初伏、中伏、末伏来做治疗。不过，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三伏贴。正在感冒发烧的人其实是不适合贴的，因为它是热性的药材嘛。在这个发烧或者是喉咙肿痛的时候，敷贴会加重这个发热的情形。医生也提醒，孕妇及2岁以下的小孩不适合三伏贴。另外，三伏贴使用后不宜吃冰冷刺激的食物，也不要游泳，以免寒气再度入侵，功亏一篑。大爱新闻杨爱婷、翁国佳，花莲报道。